Hello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啊！今日要讲嘅系 MC 张天赋嘅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。哇，啲名会唔会长咗少少？好，我哋事不宜迟啊！我要抢头啖汤啊！所以其实咧，我就系执咗份谱咧，我系冇细心听过究竟要点玩嘅。咁所以我哋就一齐经历呢个究竟我哋听完首歌嘅编曲之后，我哋究竟要点样玩一首歌嘅过程啦？其实系偷懒，我觉得好好听。OK， 好啊，事不宜迟。写咗份谱咧系 E key 嘅，佢后边咧好得意喎，呢首歌系降 key 啊，所以系咪同呢个衰老有关，所以就会唱低啲 key 咯？唔知系好有趣喎，降 key。OK， 我哋试下听下一开头嘅 intro， 其实有啲 chord 我都唔系好 firm。嗱，又系啲好钢琴嘅编曲啦，我自己咧就中意用欧弦嘅。最公次咧，最 one and two and 可以好稳拍子嘅方法就系、是，我会 T 二三一。咁咧，我下低个三个手指咧，我自己普遍咧中意放喺二三四线嘅，中诶无名指二线，跟住如此去推，就唔弹到第一线，因为低音啲好似啲声会 warm 啲，冇咁尖啊。跟住手指公就負責個 bass 啦 ，E 嘅 bass 就係最頂嗰條啦，所以我會第一下 T 二三一，二三一，二三一，二三一。嗱，如果唔明咩指法咧，我首先講講手指公係 T， 食指係一，中指係二，無名指係三。我通常咧用指法去講嗰個 pattern 點樣彈。T 二三就三隻三條弦一齊拗，二線、三線同埋最頂第六線。如果 E chord 嘅話。F minor seven flat F sharp sorry 漏咗 sharp F sharp minor seven flat five 其實好易彈嘅，就係將個 A minor 夾埋手指公個 F sharp。咁後邊嗰個咧，我就會淨係彈兩拍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。咁呢個 pattern 其實每一下係半拍咯，所以頭先個 E 我就係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total 就彈咗八下，咁就搞掂啦。咁我就用呢个 pattern 一直去住先，咁 chord 好似都冇乜特别嘢讲噶啦，嚟咯。快一些，今生我想活快些，只想快一些，收工归去。诶 ，sorry， 呢度系密嘅，呢度咧 C sharp minor 咧系两拍，跟住咧就会一拍嘅 D。一拍嘅 C sharp， 我建议咧个 D 可以用埋巴曲，食指巴住第五格，无名指搭落去，搭落二三四线嘅第七格。咁你咧，如果用巴曲 D 咧，后边个 C sharp 咧，你就可以褪一格，就已经系啦。咁如果唔系你呢度 D 咧，你都要上翻嚟啊。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， 同埋冇咁好听，所以咧可能。C sharp minor two and three and four， 咁呢个咧呢个 D chord 我执落咧我都有少少犹豫嘅，不过用住先，我觉得个声都啱嘅。仲有咩特别嘢讲啊？头先谂起啲特别嘢讲，哦，就系你可以 three and four and 啦，但系如果有啲朋友仔觉得哇一拍住一个 chord 好难咧，咁你可以唔使加个 and， 就唔好加食指啊，就咁。咁你就有多啲時間走啦。咁我繼續去咯，重複嗰啲唔講啦。呢度要讲一讲，嗱，仍然都系一拍一拍啦。但系头先咧系头先系头嗰个两拍一个 chord， 跟住后边一拍一拍啊嘛。而家去到呢个 P chorus 咧，不要睡觉嗰度咧，就系、是、一拍一拍 C sharp minor B， 跟住 F sharp on A sharp 咧，on A sharp 咧，我自己就
我自己就通常见到呢啲都唔理嘅。系咪讲 A sharp？ 系算。因为咧，我见佢钢琴，我执埋个 bass， 但系吉他我通常咧就咁弹 F sharp 就算。咁就得噶啦。所以一拍一拍 ，bum bum， 我系完全唔识唱呢首歌。跟住两拍嘅 F sharp， 跟住咧呢度就有啲有趣啦。One and two， two and three。呢度咧 F sharp minor 咧嘅 G sharp minor 就 F sharp minor 升两格。就咧呢度系半拍过 one and one and， 跟住个 two 咧就已经系 A 啦 ，two and， 跟住 three and four and， 第三拍就系 B 啦。个字就系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。咁呢度咧我都唔建议个 A 用呢个 A 嘅，我建议咧，既然 G sharp minor 咧褪过多一格，加翻系中指喺第三线嘅第六格咧，佢就系一个 A chord， 系啊，同呢个一样，你就可以。跟住再褪多两格就是 B，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。我成日跟佢弹多一次啊，我自己都唔系好熟，有啲吃力，头先都未必反应得切。不要睡觉，眼撑，直到深夜。月亮已斜，可不可以每礼拜六？咁大家都可以繼續勾嘅，其實我都覺得佢個 vibe 都仲係鋼琴嗰個一下一下嘅 vibe， 但係咧我就講埋啲公式彈法俾大家，我就好快咁走呢首歌，因為我冇乜時間拍片，正要上堂，好叻。咁我而家咧就會將佢變做數 chord 嘅 pattern， 但係咧呢首歌都有個特點嘅，我覺得係幾慢嘅，都真係幾慢。我會用兩拍。好啦，而家仲有啲咩咧？就系 one e and a two e and a three e and a four e and。大家咧，我有啲学生咧弹慢嘢咧，佢哋就会好奇怪，佢哋就会觉得啲空数好棘。记住你要谂一个好慢嘅摆动，平均咗你嘅摆动先至做。其实慢系开心嘅，慢可以慢慢转曲啊嘛，系咪先？咁我继续落去。好啦 ，D minor seven flat five，D sharp minor seven flat five 有啦，好咗 sharp 嘅，继续做咩？讲一讲啦，可能呢个 chord 少见啲，就系食指喺第五线嘅第六格，中指喺第三线嘅第六格，尾指无名指咧喺尾指喺第二线嘅第七格，无名指喺第四线嘅第七格。咁头尾咧，我用手指公瞄住个顶嗰条第六线，跟住下低咧第一线都要瞄嘅，可能你要用食指嘅呢个位置瞄啦，或者你尾指轻轻搭住落去掂都又得啦。咁干净嘅声系咁啦。OK， 咁就继续落去，冇乜特别。呢度系咪有一拍？我跟翻啲拍子就得啦。一拍嘅 B， 一拍嘅 E， 一拍嘅 B， 跟住 D、C sharp， 跟住 F sharp 两拍。我就继续扫晒落去，冲冲冲咯。好啦，咁去翻 first 咧就会。头先原来成个 chorus 都冇出现四拍嘅状况，四拍一个 chord， 四拍咧我会 one e and a two e and a three e and a four， 好多片都有讲啦，咁就轻轻带过，我可能打一打喺下低就算啦。真系好慢呢首歌。突到一陣間，六號，有啲
分兩 part pattern。不知发生咩事。好，讲一讲呢堆系乜嘢嚟添？我都有啲弹得甩甩地。C sharp minor major seven flat five 啦 ，C sharp minor 我当大家识啦。Minor major seven flat five 咧，其实咧最简单讲咧就系将第三线嘅即系尾字第六格变咗到第五格，但系咧你就要执过晒位噶啦，你就要咁样揿啊。个声系咁嘅，劲 K 型啊，系咪好难揿啊？冇啊，我就暂时谂唔到一个简单嘅方法代替呢一个 chord。如果大家有朋友有方法可以帮下新手朋友们易啲去玩到呢个声嘅话，都可以讲声。跟住咧，下个就去翻 C sharp minor seven 就好易啦，就系 C sharp minor 冇 major 吓，跟住最后去 F sharp。OK， 一拍一个 chord，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。攰咁样嗱，佢呢度有两剂啊，呢个 bridge 可以练两次啊。O K， 佛教。哦 ，B flat， 好啦，个 key 啊，转咗 key 啊。由 E key 变咗 Effect key 啊，咁讲一讲一个容易啲嘅 Effect 揿法，因为 Effect 其实就系一个 B chord 放喺第六格啦。咁如果大家想易啲咧，可以将个 C chord 褪到去食指去到第四格咧，照样保持 C chord 个样啊，嘅尾指放喺第一线嘅第六格咧，呢个都系 Effect 嚟嘅。可不可以？我哋继续啦，其他 chord 就自己查啦。D minor seven flat five 其實同頭先嗰個一樣咯，即係低一格。可不可以截斷惡夢，讓我這樣走一生？講多次要我的事，讓我去吧，別搶救。還說我已無人介入，幸好遭到意外能糟透。就信我最快老掉。OK OK， 哦 ，sorry， 呢度两百。好，完成，希望帮到大家。純粹想投啖湯，因為 MC 是流量密碼，所以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啦。中意呢條片記得俾 like 啊，可以訂閱埋個 YouTube channel， 撳埋鐘仔，咁我有新片同埋直播你就收到通知啊。另外可以 follow 埋 IG 啦，會員功能都開啟咗嘅 ，Patreon 同埋 YouTube 會員都可以享有我嘅 Google Drive 裏面有我執過嘅所有譜嘅，包括呢一份譜。咁就或者你哋要譜要咩譜，你都 IG DM 我啦。咁樣就係咁多，仲有咩講啊？冇咩讲，想学吉他嘅或者钢琴都可以揾我嘅，喺荃湾上堂啊 ，IGDM 完啦今日完。